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Michael 杨迪森旅游频道。今天我又带一一 BB 回来文化东方酒店，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又回来？今天 Michael 就会带你看看文化东方的超劲的特色套房，还有回来体验一个期间限定活动。让 Michael 带你看看这间很劲的特色套房。在中环如果找到一间套房是有露台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个景系咪好爆呢？哇！成间套房咧，主要咧用海洋嚟做主题。这个就是我们今次回来的主要目的，这个就是期间限定的体验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哈利波特期间限定的专门店，这幅图就是讲哈利波特的出生地，英国的爱丁堡。等我一仔带你入去睇睇啦，佢已经急不及待啦。望出去就是中环的摩天轮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酒店还特登安排了一个波波池给一仔，做家长一定很开心了。酒店好窩心，就安排了一件咁細的睡衣俾一仔。大人都唔弱噶，有文化的芝士蛋糕同朱古力蛋糕做歡迎禮物。依度係文化閣。一仔玩乜嘢？
酒店几窝心，找到一对咁细嘅 BB 鞋俾一仔。中环嘅夜景望极都唔厌嘅。呢、这个摩天轮夜景是不是很吸引人呢？哇！你看一仔望住摩天轮几开心。好多人咧去 staycation 咧都好怕咧泳池人多擠迫，咁文華東方酒店咧就可以預早安排咧就 book 咗個時間，一家四口喺一個室內嘅恆温泳池游水咧就啱啱好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频道，记得留言、赞好、订阅、分享，揿埋个铃铛，我哋下集见。